好，刚刚也说过，天气炎热、高温破表，远雄海洋公园今年夏天是推出水加冰的双重凉夏刺激，有全台首建的冰雪大炮以及冲天水柱，那么水花派对加上从天而降的脆冰，动感十足，让游客在炎热的夏天是更加的清凉消暑。冲天水柱洒满现场，还有碎冰从天而降，每一位游客都开心的惊声尖叫。这是远雄海洋公园今年夏天推出的海洋冰风暴、冰怪来袭、水花派对。中午时分，冰雪大炮及冲天水柱让所有的游客大消暑。今年我们远雄海洋公园在夏日的时候，我们推出冰怪来袭，我们希望能够针对于所有的亲子、所有的各的年龄层，在今年的暑期当中，都能够享受一个酷夏的最后的感觉，在远雄海洋公园有一个最美好的回忆。这次我们响应政府的国旅方案，除了有三则可以进入远雄海洋公园之外，远雄游憩事业我们还要加码推出，就是只要进入我们的远雄海洋公园，或是我们的远雄悦来饭店，或是悦乐旅店，都可以在享受我们的这个最后的抽奖。我们这次有海洋公园、有悦来饭店，还有悦乐旅店，我们还有再赠送更多超值的奖品来作为一个加码。那另外的话，远雄海洋公园呢，只要进入入园之后，点用我们的可乐套餐，我们还现场刮刮送，能够送出我们的电动摩托车。远雄海洋公园海洋冰风暴、冰怪来袭的活动是从即日起到9月11号，每天有2场的酷凉派对，由海洋家族为大家带来冰凉的水花。而夏天玩水还不够，玩冰才够爽快，保证让大家真正的清凉一下。亲子人气戏水池、海豚 3D 戏水池也是全台湾唯一的海豚 3D 立体彩绘背景，立体的海豚雕塑在戏水池当中，不止清凉消暑，也是今夏最夯的网美拍照景点。还有水漾动感喷泉，让大人小孩都透清凉。远雄集团表示，今年暑假不论是入住远雄悦来饭店，或者是花莲悦乐旅店，都可以一房型赠送海洋公园门票，让所有游客都能够一起来畅玩海洋冰风暴。谢瑞慧，手风翔报道。